新人回力有巧思，不留意当心误踩地雷。地铁里面会有可能20到100块港币，然后还有饼卡的可以去那个领喜用，寄喜帖给你，还给你一车马费，对，然后还送你一些糕点。开的时候打开给你一个礼物，陶瓷娃娃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你的家里面。可是呢，我们觉得很丑，我都收起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人来你的家的时候，一定要画出来给他们看，你喜欢。我摆在今晚十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